济公活佛慈语，吃苦耐劳，凝聚善念。修行就是要修得圆圆满满，有棱角就是要磨一磨。希望每个人互相扶持，齐心努力，体会天心，好好的普度众生，让众生都能登上这法岸，好好行功了愿，好好济世救人，那么世界大同就离你们不远了。修行是在改变自己，希望你们能有一番新的作为，能够吃苦耐劳。人在天地之间是渺小的，但也可以把它发挥得很大。须弥芥子是不是很小？可是放之则弥六合。你的念头也一样，一念善凝聚一股无比的善力，一念若恶可能就会牵动很多人。什么叫做道呢？修身养性，学修身养性，首先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脾气毛病，也要去除自己的贪嗔痴爱的欲念。谈修身养性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。难不难啊？难，有心要学就不难。你看自古圣贤仙佛，他们也是这样子，一步一脚印修炼而成，他们所留下来的精神就是要让后人们学习的。